我想我老公不喜欢我了。我们成亲7年，我又去了英国1年，现在还连讲话都不看着我。哦，没办法了，我也只好说话不看着他了。哎，阿怀，其实他送我到英国念法律，我念了其他科目哦。你念的什么科？Fashion Design。什么Design？针织啊。哎，真是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呐。这个世界真是大变，连针织也是一门学问了。所以你应该出去外面闯一闯，见见世面。对，师母一言惊醒梦中人，男儿志在四方。虽然远的地方我去不了，去香港到难不倒我。啊，你去香港？是师傅，香港那个殖民地不是人住的，是洋人住的。我管他，是要惹我，我就扁谁。哦，这就可以了。你不要管我。 我曾经那儿的薪水方便的话，你知道什么意思？你说什么？我曾。之前的那句。没有啊。你叫我不要管你。哥，我来。师傅，鸡仔你最爱吃的。小范。哎，我来。师傅，饭。没人知道我在减肥吗？饭要一半呢。哦，哎，我来。臭小子，不中用的家伙。 一半是吧？拿，切一半，第一半，一半吃吧。在我的地盘，你这种表现分明是不给我面子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说不管我了吗？你输了，陈梦吉。江河欢是新的师傅。闭口！在我的地盘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？你，我陈梦吉现在对着灯火发誓，以后不再管何欢，要是有反悔的话，当受法律所制裁。 你真的不管我了吗？啊！你真的不管我了吗？嘿，自私鬼，没写信，性无能。你这个混蛋！你这个臭小子！你完蛋！骗我的钱！欢哥，先出去避一避吧。 避一避，阿仁保重了。我不是性无能，我不是性无能，我不是。怎么了？只是做梦。阿华骂我冷血自私，是不是真的？我很孤独。 英文怎么讲 ？I love you. I love you. 真的 ？I love you.